如果有下辈子，我们还是会在一起，但是我会帮你生小孩。如果有下辈子，我当你爸爸。果果，你今晚要跟你爸爸一起睡觉喽？是是是。猪队友，不要再抽了。我跟你讲哦，我们现场争取可以压五下的机会哦，也可以加嘛。一个人给我一句，老公在你心目中是什么？能让我感动的啊？他是我的天哦，我的天。简洁有力，他是我的天。来来来，老公是什么？范江是你的。要感动的，没有，就你真实的感觉啦。不要不要为了讲而讲，就你真实。不要为了五下而讲。他是我的伙伴。Partner， 他是你的伙伴。怎么说？好伙伴。所有的事情都是你的。Partner， 他真的没有为了五下，他真的没有为了五下。他觉得五下太少，太弱了。这个我真的要好好讲一下。你慢慢讲。他是我最初的恋人。哦。最初的恋人，最初的恋人，他像是我的猪，因为他真的想要猪队友。猪队友，什么意思？哎，这很真实的这一段，好真实。他是我现在怀疑，他说什么都是对的。哎，柔柔，我就是一只猪。柔柔 ，OK， 他是猪，他不傻，他怎么会娶你呢？他不傻，他是我的猪。哦，你想最久了，一定有好答案。我觉得老公像我的氧气，就是我觉得我不能离开他。如果离开他的话，我应该会无时无刻，无时无刻。这个是为了五秒，我听出来了。为了，对他真的为了五秒。你看他想那么久，哎，他要补是不是？要补，补一个，补一个。伙伴太逊，补一个，补一个。他是我的太阳，因为每当太阳的时候，都会想起我老公。刚刚说他是我的猪，现在是神猪，就是有时候也是神队友，有时候也是神队友。养橘子来了，干嘛可以传？对，好，就是神猪，不好意思。本席做出判定，要压五下，对不对？对，压五下的部分，我觉得氧气是最实在。对，哎，氧气有要补吗？有要补吗？我们家的墙帮我们阻挡许多的困难。好吧，哎，来，恭喜。博达利，他比试的这个刚比试的。老公发言题，如果有下辈子，哎呦，这能说谎题啦，看谁说的好。喂，编剧，你这个人好负面哦。编剧题，对啊。哦，一边开始。老婆，如果有下辈子，我们还是会在一起，但是我会帮你生小孩。继续接，有这个有，这个有感动，有感动，真的哭了啦！对，微雨给他，宁愿相信世间上有鬼，也不能相信你那一张嘴。可是这个很感人哎，这个感人。妇产科，我才知道。我刚刚在跟祥全讲，我说女人生孩子这个太伟大，小孩礼物了，老天爷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对，我不管我孩子犯什么错，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哦，真的，我有三个孩子，我已经满。等一下，太牛了，真的，跟他切那么干净啊！我爸爸是路边，路跟我无关。好，来，如果有下辈子，我当你爸爸。Who's your daddy? Who's your daddy? 女儿不是 Who's your daddy? I'm your daddy. 上辈子的情人吗？我当你爸爸。What is this? Who's your daddy? I'm your daddy. 女儿 ，Yeah, I'm your daddy. 女儿怎么办 ？Sugar daddy, what you got? 那五下就给这组，他送，所以接受啊，我支持，我支持他们。果果，你今晚要跟你爸爸一起睡觉喽？是是是，感觉是好像怪怪的。怪怪的，对对，没有啊，因为从小单亲，没有爸爸，没有爸爸过，这样哦，要知道这一段，他想要那个爸爸没有
给爸爸疼爱过的那种吗？哦，原来你娃娃啦，你娃娃，你娃，我做你爸爸，我做你妈妈，对对对，爱着他。嘿，夫妻只能做七世，如果有下辈子，不管是不是第七世，我都还是愿意跟你当夫妻。哦，哎，这个很普通。哎，但是他我觉得感动了，他老婆有听进去啊。哎，没有，因为我最近听到人家说，如果你当七世夫妻，你就当了七世夫妻之后，你下辈子你跟这人再也没有，再也遇不到交集，对，任何关系都没了，这样。对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哇，如果这辈子是我们第七世夫妻，下辈子没有办法再看到他，我会非常非常的难过。哦，所以人家老婆有感动就好，因为我们是没感觉。对啊，反正他们开心就好，开心就好。讲的好像人家家里的事，讲给老婆听。哎，这一次不要再搞砸，加油加油，好吧？好，我跟你讲，两位一边，假如真有下辈子 ，Action！ 因为这辈子我碰到你真的是，我很大的幸福，很大的幸运，然后认识你让我改变很多，然后谢谢你陪伴我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一切，然后都不离不弃。下辈子我还是愿意当你的猪队友，神猪队友，好吗？好，我们下辈子在一起当神猪队友。他们两个算是很登对了，对对，平淡淡可可。哎，你们两个在家里可能一个晚上都聊不完，对不对？对对，我跟你讲，没有彼此讲话，彼此都听不懂。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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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他一直讲，是他一直讲，我都没有讲话，他可以从凌晨11点念到早上。11点要早上5点。女人话多的时候很简单嘛，用你的嘴封住她的唇嘛。表演一下，表演一下，你骂我一下，骂我一下，感觉猪队友啊，猪队友，不要再抽了。Who's your daddy? Who's your daddy? What? Who's your daddy? OK， 给你上。Yeah. 来，好喜欢哦。哦，这个厉害了！假如真有下辈子来，可以先给他一打酒吗？好哇！啊，讲这种话呀！如果真的有下辈子，我希望这辈子我不能留你一个人，然后让我先走，然后下辈子你要来当我的女儿，我一定会把你捧在手掌心。哦哟，掌上明珠，掌上明珠！怪牛的心走，因为怪不甘。娘家的，靠了，对不对？对，太难了。今天我们怎么摄影棚里面充满粉红色的泡泡？但是这些都没有我。我之前听过一个，哦，还有来的厉害，这样来一个。就有一天晚上，老公突然这个对老婆讲一句，有感觉，就是有感觉说，老婆，这辈子太短了。哦，然后呢？我都改不到脚。这个辈子太短。我觉得我很多人为你未来的老婆堪忧。叫你不要去那家买早餐。对，不要去早餐店害我。不要看那些了，刚刚那么感人。太感动，对，太感动。这个第一名，这个一棒就打死全村。好，来，可以五下吗？五下，按50下。啊，五下，太多。一边，请。